先问一下啊，请问你为什么来幻乐之城？我妈叫我来的。不错，叫得动。好，我之前听内部人士跟我说，你很紧张今天的演出，是这样吗？我今天到的时候还好，但是现在快不行了，有点。加油加油！哎，你可以过去跟你妈妈拥抱一下，没关系。没有，哎，妈妈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嗯。但我其实拿不准啊，我是如果有家里人在现场，我会很兴奋，我会很开心，但有的人会更紧张，你是哪种？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点管不太到这一部分了。